霸道总裁点近种，我操，霸道总裁来了，霸道总裁来了，狗脑总裁，霸道总裁点近种，狗操的，我操，霸道总裁又是闪现又是点火，我操，你是怕赢不了线是吧，赢不了对线是吗，狗脑又是点火又是闪，是怕赢不了游戏吗，顶级拉过来 AWQA 点火、啊、直接五成血怒，誓约一定好，全军出击，懦弱，感觉用狗头好打，剑魔用了好多把，那就接着用狗头，确实简单啊，确实狗脑啊，这英雄，我操，那妈开个 Q 就顶着剑魔的 Q 来直接给他两刀就多了，是确实无脑，诺手呢去哪了，我操，嗯，消瘦呢，不带香味的剑魔，狗头真的随便打死，你只要骗了E，稍微拉扯几下，他就一定死，很，而且你怎么讲？就主要是那个香味的问题，还有魔法盾的问题。哎，没死，我操，狗脑坏了，他没弄死莉莉亚，这莉莉亚好像有回血是吧，他 Q 兵能回血，狗脑诺手，完了，记了，太狗脑了，已经结束了，销售已经给结束了，销售已经结束了，最近有点希望是买 CD 了，狗头现在全是操作，还真是跑别人野区去了，这干呐，要干嘛？无语哦，这个 Q 都能 Q 到我，还是牛逼。我有点小失误，我想转内圈，结果被他 Q 到了，他这个 Q 还是蛮痛的。建议不倒加三级 Q， 然后他那个复苏应该是点的复苏，回的科学。
这诺手应该很不服气，他刚才这里就直接应该 EQ 必中，EQ 必中，主播大概率是跪下了。哎呦，杰哥直接被欺负。哎呦，这狗头才一层 Q 的主 Q 的吗？ 坏了，杰哥好像压不住了，完了，那就开大打一通。他挺聪明的，直接 Q， 也不转内圈，那要聪明，小聪明一点，转内圈就直接死。W Q 12，再 Q 3，是必中。 诺手不可能不拉我，不可能，因为我离太近了，他不拉我也一样会死。坏了，哎，这皮莫甘娜，你等着啊！影响我吃炮车，嗯？我等一下就狠狠干你，我跟你说，这莫甘娜。 影响我吃炮车，怎么看见我新皮？想怎么看？想买就买呀。压两把长剑都很危险，是吗？这中路好像已经记了。狗头7分钟140Q， 这你受得了吗？ 就开个 Q 走你脸上，这怎么办？主要我跟你讲，狗头为什么现在这么素质？因为兵线它来的这个时间太快了，它现在兵线有个加速度，其实很多人忽略这一点。而且这种加速度不只是狗头受影响，其他英雄也会受影响，有些可能天生。 拉扯比较厉害的英雄，但是他这个兵线来快了之后，这个英雄的拉扯他就没什么优势，懂我意思吗？哇、哦，给个残废。 完了，杰哥抑郁了，有点。杰哥是不是有点抑郁了？坏了，兄弟们，杰哥有点抑郁了。而且这杰开大还打不死狗头，你开大打狗头就搞笑。狗头直接开大，开个 W 站着跟你 Q， 而且狗头的技能是锁头，这杰哥还不是锁头，这你受得了？这你受得了？杰哥伤害，杰哥没伤害。 杰哥拉了，杰哥跑了，狗头198。诺哥的诺哥。
好可爱的诺手。完，这下玩完了。OK， 狗哥 CD 鞋出来。他直接走杰的脸上放一个 Q，啊，杰哥啊，兄弟们，杰哥啊，妈的，哥们都要被还行还行，原来是狗语。哎呀，杰哥上当了，杰哥。Hello。杰哥被骗了，杰哥。进去扛了两下塔，是把杰哥给骗了。坏了，诺哥要死！哎呦，哥们爽吃两座塔皮。不如跳舞。看看，呜、哦，坏，坏，不过他应该也死。哎呦！我操！完了，有人破防了，完了，然后就血就满了。啊，跳得好，厉害吧？完了，破防了，这回下破防，沉默。看来有人度过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晚上。还推呀、啊！哥哥，哥哥！每次这滑板鞋拔毛，我都能听到鸡叫。哥哥，你们听到鸡叫吗？哥哥，那听到鸡叫也可以。滑板鞋那个拔毛的音效有点像鸡叫。哥哥，哥哥，你看问号。哦哟！啊！刚刚好扎到1000块，1000。哎，左手又死了。我操！我不是。哦，不对，我是上单，只不过这狗这诺手已经炸了。哦，他跟你换线了。也不是，我打着打着就跑到下路去了。我发现你玩的是狗头。我上一把玩的。赢了吗？赢，而且爆了。就是没有，我本来不想玩，对面玩了个玩蒙多，换了我剑魔，我想了一下，我就选狗头。嗯。之后进去就爽死了。这狗头14分钟350。我选狗头玩剑魔。转转，听得到主播的困叫。给滑板鞋拿了个1000，我成坠子。万一滑板鞋死了，有鬼！要买什么？买那个鬼刀，鬼手的狂暴。应该会来点。
坏了，杰哥来了。Triple kill。杰哥，我在这里。杰哥。杰哥闪现。坏，投了。投了。拿下去那边大点不关注啊。